找不到仙山薯，找到这个，这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，脆爽菇，这是我们刚进来 Costco 第一个，这个也很多人买啊，这个 Crunch 这个，对，这个算大牌子啊，哎，阿优需不需要这个气炸北海鳕鱼香丝？是超大的，好吧，那我们再走回去。我们买了一个脆爽菇，这袋子我会吃吧。现在时间是11:02，我跟仙彩玲来逛 Costco， 然后就看看有什么比较新的东西可以买。我刚才在找蜀山鲜，还是找不到，还是一样卖完。蜀山鲜。仙山薯，煮三鲜，对，仙山薯，仙山薯的，对，好难哦，可是还是真的不晓得。啊，今天的 Costco 很舒服，人不多，这边打翻东西了。我们要，你要逛吗？这个应该不用哦，我们今天时间也没有很多。德国百灵这组真的电动牙刷真的蛮耐用的，好不好用我是觉得还好，可是很耐用。它是写啊不同一个啊，是不是就这台？16000多哎，这台现在听说很推荐，16000多的那个电动调理机。这个其实如果家里要放东西也蛮方便的。我可以拿来放我的相机吗？你不需要。你都还没有注意看，就说我不需要。我不想要在我东西站在地上，我们要收在桌子里。你真的是哎、欸。我讲错了吗？你老公说可以买就可以买。谁？哦，他好像有带。那还是要买给他。哦，我们好买一个这个，这个好像听说还蛮好用的。心情应该在这边。好啊，走啊，进去看一下。那是什么牌子的、啊？这个对对，好像是这个啊，对。对，这个，对，就这个、啊。哦，这还有送一个这个啊，好、哦，这多少钱？399，哎，很大哎，399。啊，这个毛巾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我看看。那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好。这是什么？你需要吗？我在看这个，因为我现在都是买另外一个牌子。嗯。不知道好不好用。你要买看看这个牌子吗？啊，又到美食区了。哎，现在它有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球的，跟日本那个以前就有了吗？胶囊式的，需不需要买红酒？我不用。啊，听说贝利斯有草莓口味的，在哪里啊？贝利斯。看一下，这边没有，要跟着走走。你要帮我找吗？哦，这里，
这里有 Baileys， 可是这好像不是，这是原味的。这是原味的。我想说，如果有草莓的就买，看那是原味的。那你又买了？原味的好想买哦，可是买一只好了。这只659。好。怎么了？马嘎，为什么它还特价吗？那买那个回去啊，用美酒。哦，用美酒现在流行，你要试看看吗？那是买梅子。梅子，梅子也是在这吗？梅子没有。我们现在买了这些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也是新的吗？可丽饼。这以前没看过哎。哇，这是莓果可丽饼。那你这今天还要买牛？这是比较薄的。烧烤片，这也很方便。嗯？烧烤片这也很方便。其实如果早上用这个给他们吃，也蛮方便的啊。还是烧烤片。不要买火锅啦。煎啊，你要买就要买烧烤。可是这很厚，他们早上怎么吃？这个哪有只有这样哎、欸？哦，可是早上用这个不会？都很薄啊。哦，要试看看买这个吗？嗯、我选的是、嗯、好、嗯，选一个油花比较均匀的这个吧。这个油花看起来啊，这个油花看起来也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油花比较均匀啊，那有些像这个油花就是比较线条，挑一个油花，这个2020就是它了。啊，新天蔡林跑去哪？我在那边。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我挑到一个油花蛮漂亮的。你也可以买香香牛梅花切片。哦，没关系，买一个烧烤。那要买牛排吗？看你啊。买一块好了，我看一下。我们上次买了一个最贵的菲力，可是就是我觉得刚开始带回去的第一次弄很好吃，可是后来就没有这么好吃，不晓得为什么。那我们这次吃看看特选的好了。特选，我找颜色比较漂亮，就这个看起来。我们上次买的是顶级菲力啦，可是这个吃起来就觉得还好。啊，这次买特选菲力，特选菲力是1公斤1289。好了，那你就我要买那个吗？牛腱，然后去断筋去。哦，那个你要弄太久了，有没有简单一点？看你啊，看你要卤肉还是得买那个比较方便。哦，看你啊，你想买就买啊，看你啊。我妹不在，只有我一个，然后断筋去，我觉得有点累。那就算了，买别的、啊，那你就买下次买别的部位啊。上次彼得吧，好像是买这个啦。这个一盒超大盒的，我们等一下顺便买午餐，对不对？牛肉泡菜豆腐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个最近很夯哎，这可以拍影片吗？我们买一个回去就拍一支影片。哎，这感觉不错哎。我挑一个，可是这个肉不够，我们可以用那个，我那个。那我就说拿那个牛梅花。牛梅花。可是那个不是要拿薄一点的吗？不用哦。好，拿一个这个269。这套
他们也没办法吃吧，就辣的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不会太辣哎、欸，还好。还是说要搭配一个这个拉面？然后我跟你吃那个，然后他们吃拉面，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前面好走，好，对，我觉得两个，然后我们吃火锅，他们吃拉面，这个269，这感觉很划算哎，这样我们今天午餐就够了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我们今天没办法洗碗。几点开始没办法洗碗？已经现在开始。哦。那是新的、啊、那种东西哦，鸡肉塔的那个。我们这样也卖了一整车了。如果肉真的不够，我们切一点牛小排放下去也可以啊。鸡翅在特价。鸡在特价，原本已经这么便宜了。鸡翅、啊。你要问 AB 要不要买？他不是身体差，他都吃这个大大蒜。欸、这个感觉也很便宜了，365。哦，这个我在看人家分享。就在这里。会买一个，这多少钱？我小孩整天都在那边去旅行。45。好，买一个。这个我看人家分享。可是我那天看 IKEA 有那个彩虹的，也很漂亮，可是我就没找到。很奇怪，为什么在社团大家也会分享这个袋子，很好玩，我看到。社团为什么要分？不晓得，我有看到啊，卫生纸对不对？卫生纸，卫生纸。好了，我们目前也买了这些。我们再逛一下，等等再看看他们买什么，再跟大家分享。